持续对话凝聚共识，持续对话凝聚共识，缺乏管制观光变现，缺乏管制观光变现。如果今天这个三峡剧场盖在这个基地国小，那我们的传统文化该如何延续下去？那是不是我们只能在用现代的文化里面来去看它，次文明的文化来角度来去看，我们只是要了这个上海剧场来24小时或是8个小时来跳给这些游客来玩的朋友来看吧。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在整个机器里面的整个族人里面没有为我们的族人来去想，那也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去考量到我们记忆部落整个传统文化里面会带来的所有的冲击。